年老萧成木昧，笑声壁虎朝中起。笑声壁虎朝中起，你年纪不大，却是个哑人哦。早就听说武温侯府上有一位不习武只读书的奇人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。白大哥，你本事好，能不能教我习武修道？姑娘以后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，保护这些弱小的生命。这有何难？人之神念为魂，人之形体为魄，一性一命需要武道双修才行。除了我之外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爹。我告诉你不要练，为何还要偷练？侯爷不如将此子交于我们，好生培养。忘了提醒你了，随着你的神魂强大，幻想出来的幻境和阴谋就越强大。罗刹王，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强的力量。报！所以掌控自己，掌控命运，掌控道理的力量。